日前，王一博凭借代言人的身份出席活动参加大秀，而让大家惊喜的是，王一博旁边的位置坐的是步步。王一博和步步在《这就是街舞》节目中相识，随后二人开始相见恨晚的交友模式。如今二人延续到节目外的友情，真的让人觉得很羡慕。二人之间的友情也证明了有些感情是没有国界的，共同的爱好是两个人成为朋友的最初的原因。但是能够继续相处下去，更多的是因为二人是能够有更多的话题的。虽然时间比较短暂，但是在活动开始之后，王一博和步步两人邻座，艺人在娱乐圈其实是很难交到真心朋友的，艺人之间难免会有各种利益关系和竞争关系，而且王一博本身又是慢热的性格，所以步步的出现似乎让王一博的生活中变得更加有趣了。而且这一次活动中，二人不仅坐在一起，基本也是形影不离的状态，希望二人的友情能够继续长存。喜欢就订阅呗。